哎，三六点，慢三六。各位车友大家好，我们现在为大家介绍铃木的Eldo。它原本是没有萤幕的吼，那我们现在为大家示范一下打方向灯。哦，然后我们也可以用语音。哦，现在我是把灯都关掉，哦，让他看一下在小一光源它的画面的呈现，哦，相当的清楚，它一样可以做切换，它一样有声控的功能，打开导航，哦，这导航王它有五种测速提醒，卫星定位完成。打开收音机，打开右视，我们全力以赴，那各位，这个部分是行车记录的影片，哦，它都有在录影。对于这台小车来说，它只要花一些钱就可以做到安卓机、环境、行车记录、导航，哦，那另外呢，我们也有支持 Z-Link， 就是 CarPlay 插线 CarPlay，哦，相当的方便。这个是 Eldo。